小辣椒要打一个了。哇！杨正也很不错，但是数据榜统治的还是泰米尔·莫菲，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这个来一个单挑吃这样可能确实更好一点，因为确实数据榜泰米尔这场比赛好像拿下了多少分，47分，再次拿47分，18个篮板，对，所以杨正拿了29分。以及11个篮板，所以说，这个因为是有关这个 MOP 的，所以不一定非得在这个胜利的球队，所以鬼逆1-1和 Everyone 的杨正，咱们老规矩是几个球来着？三个球，确定是三个。好啊。咱们老球队，哎，是5个球吧？我记得是。哎，有人记得吗？对，是3个还是5个？我记得是不是每周都来的？有没有？5个吧。第一周三个，5个，败没败？所以来了，我们的裁判。对，投进就是杨正发。也来了，大家点掌声吧！这一周，从东干的荣耀，开面蝉联的还是这杨正。上篮球，小杨正，杨正加油！加油！高分三百，来看这儿了。2-1。OK， 换发球，是一个相当积极的防守。2-1，泰米尔暂时领先泰米尔莫菲。泰米尔还是上分了，这回很快上，上。还是玩身体啊，这样你就没问题。这么强大对手也是好事儿嘛，对不对？加油！It feels good to win the title again for the second straight week. Very competitive, you know. You can't come in here and think you're just gonna win. You gotta really earn it. And the competitive spirit with the Chinese players is really good. You know, they compete on a high level. It's no easy basket. You gotta earn everything. So it's pretty good.